今天我们一大早来到了阜阳的老张庙，来偷一个小票的驴。哎，又来晚了，已经有两个人在钓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五十斤上岸，今天要是盘多了，我们就把老板的鹅带回家，可以吧，老板？可以。跟老板点头。开点小湿伞，带点小炮。开竿没多久啊，五六条鱼。今天啊，那只鹅是我的了。知道了，小湿伞也不行，得死开硬的。纯纯的老鱼，看一下这皮毛。老鹅呀，今天与你无缘了。小目标啊，鹅没盘走，盘了一只鸡。哦，盘了一只鸡，这也可以啊，老板讲究。钓鱼不矜持，明年开奔驰。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。中秋节还没到吗？怎么了？累了？没有，钓鱼人，钓鱼魂，钓鱼都是人上人。走，小鱼妹姐姐来啦！这么早，已经这么多人了，今天又是爆满，接着盘，开它，紧吃。二号，二边，那你漂亮。二边，两毛六。二号受气味，赶紧给我盯好位置，一个小时换位。我以为结束了，然而几号的人他有机会就换。哦，懂什么意思吧？这样可以，大边没出完，可以再抽大边啊。姐，看能不能抽到我自己啊？三号，二十二。哎，数一下，没有，啊，没有就再继续抽啊，看看有没有没有，二号没有，再继续。二号，简直不敢相信，有人。
姐啊，在盘小辫子，钓鱼不矜持，明年开奔驰看哦。抖音。